康国雄，康心如之子。1939年，12岁的康国雄来到重庆汪山，一次野餐让他结识了蒋介石，一段忘年之交由此开始。1939年5月3日，据天文记载，这天夜里出现了月全食，但是大多数的重庆人对这天晚上的月食没有记忆。当天上午9点，汉口机场36架日本轰炸机依次起飞，目标重庆。这次大轰炸死伤上千人，20多万人无家可归。被山水隔于炮火之外的重庆南岸，一所私立小学来了一位新同学，他就是重庆陪读参议长、美丰银行行长康心如的儿子康国雄。我父亲当时在汪山修了一个别墅，日本轰炸开始厉害了，我们家就搬到汪山去了。同样是为了躲避轰炸，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也搬到了重庆南岸，在黄山修建了官邸。他经常呢就从黄山给汪山，就是两个山呢基本上挨着的，他就经常过来散步。1941年12月8日，蒋介石在黄山官邸批阅完公文，准备去汪山散步，但在此时的太平洋上，183架日军战机飞临毫无戒备的珍珠港上空，太平洋上最大的美军基地顿成火海一片。随着珍珠港事件的爆发，英美正式对日宣战，蒋介石的处境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他不用再为孤军奋战担心了。向来对野餐情有独钟的蒋介石，此时似乎心情不错。据说宁波炒饭是他的拿手好菜。蒋介石跟宋美龄呢，就在我们家的山的后面，这个房子的后面有个山呢，在那儿野餐。我跟我妹妹啊，就孩子嘛，就好奇也跑去看，一看呢，哎呦，他一看到两个小孩，哎，他说上来上来，小朋友。当时这个，我记得他还有两条狗，还直叫。侍从室就赶快下来一个人，他的侍从室下来就把我跟我妹妹就让我们俩上去，就还把狗牵开了啊。然后他就问我，你们叫什么？我叫康国雄。你呢？叫康昭。你们住在哪儿？我说就住在下面。哦，好，小朋友，就问了一下你们在这儿上学吧，怎么样？然后给我们一人一块点心。好了，就聊了一会儿，聊了会儿说这样，下回我们找你们玩啊。好。蒋介石可能也不会想到，这个叫康国雄的孩子和他的陪都参议长、四川金融界大亨康心如有什么关系。但从这以后，蒋介石每次到汪山散步都会遵守这个约定，叫上康国雄一起玩。那有时候呢，就是我站在花园中间呢等他，是吧？如果说他要是散步过来，他看到我的，他准叫我下去。有时候他呢坐车从那儿过，不是下面到飞机场那个路吗？那我叫他，他就给我把帽子拿出来挥一挥。这时康国雄的父亲康心如想辞去陪都参议长的职务，但当他将辞呈递给蒋介石以后，蒋介石非但没同意，还钦点他再任4年陪都参议长。在很长一段时间，实际上他并不知道我是谁的孩子，但是我就总的一个感觉就是，他当时就是需要有人给他聊聊天吧，找一个孩子是比较方便一些。我在我的印象中间，他问的最多就是农业，但是因为我家里面有些佣人也是天天赶场啊，
而且也是农村的，我也听一些，是吧？今年什么收成好了，收成不好了，或者有什么，所以我也能答得上来，所以他愿意。而且呢，我呢，那时候小的时候呢，也是不大怕大人，是吧？虽然十几岁嘛，谁跟我都敢聊，所以当时就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他也喜欢跟我在一起，带着我，是吧？他就没有什么避讳嘛。也就是这个什么都敢说、没有忌讳的孩子，让当时作为最高领袖的蒋介石体验到了那是流行在孩子们中间的时尚风气。当时我们也就讲究提纪念册，我当时就也是年轻孩子嘛，也是。后来我说，馆长，你能给我提个纪念册吗？啊，可以可以。他就叫我就拿了本纪念册给他，结果他呢拿回去。过了几天，过了一段时间，就喊侍卫官送来了，上面就国兄贤侄，写了四个字“立字有痕”，下面写的“忠贞”，也没盖章，就写了这么几个字。啊，当然我觉得很宝贵啊，当时留的。可是后来解放后，我50年出来考大学的时候，我母亲就坚决让我撕掉了，所以可是当时也就觉得当时这政治气氛嘛，就把它撕掉了。宋美龄打扮得比较洋气，而且呢，她很喜欢用香水。她牵了我妹妹回来，哎呦，那个手啊，那个香极了。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宋美龄，这个用自己的一生写就跨越三个世纪传奇的女人。在抗战时给一个12岁的小男孩留下印象最深的却是味道。宋美龄打扮得比较洋气，而且呢，她很喜欢用香水，所以我的印象最深就是她牵了我妹妹回来，她的这个手上拉了她回来，这个香极了，我妹妹拿到这个手到处让人闻。孩子手中的香味还未散尽，战火硝烟又席卷了整个重庆。1941年，日军对重庆展开了第三轮大轰炸，持续的疲劳轰炸使老百姓躲在拥挤的防空洞里，连续6个小时不能出来，最终造成了防空隧道窒息大惨案。而此时，康国雄一家人躲到了父亲的美丰银行。美丰银行是个钢骨水泥的房子，很结实的，也不怕火，是吧？而且呢，地下有个很好的防空洞。就往讲到那儿去啊，走到那儿，我的印象是不能过去，说那儿烧了那个洞了，又换一条路，因为我也是孩子，就跟着大人走吧，就又走不通。从那个时候一直走到快天亮了，我都不知道怎么绕的，这才绕到美丰银行。到美丰银行以后啊，全都关住了，关死了，不能进去了，已经很乱了。你说，这才叫是我们啊！一看是我们，从那个门呢打那个窗户上把我们拉上去的。所以我的印象特别深，那一夜走了那么一夜。那时的中国空军已毫无制空权可言。重庆老百姓的命运只有靠挂在空中的几盏灯笼来决定。挂一个绿灯，这叫这个警报，就挂一个绿灯，一看哦，绿灯出来了，日本飞机要来了。挂两个绿灯就是这个紧急警报，不叫什么警报，就是说就是已经飞机很近了。然后换一个红灯上去，好像是，哎呦，就飞机已经到临头了。所以老百姓就以这个挂这个灯笼啊来看这个飞机，还有好像有个响声，我记不得了，有个喇叭，也有个喇，就是哦。那时的孩子们每天最重要的功课就是躲避警报，每个孩子的脖子上都挂上一个写有自己名字、学校和家庭住址的小牌子。
只是为了在万一发生不幸的时候便于联系。此时的宋美龄以第一夫人的身份出来主持儿童保育工作，大力号召全国各界人士为难童捐助经费，那些孩子们都叫宋美龄宋妈妈。所以我的印象就是因为当初我父亲养了二三十个嘛，还是甚至于是还要多一些，我的人每一年他们要来拜年，就是孤儿院带着他们来拜年，就是你抚养的到你家来拜年，那是正好我是孩子，就让我去接待他们。战争在进一步扩大，蒋介石对美国的依赖也在增加，善于跟美国人打交道的宋美龄专程赴美求援。我印象最深就是说他到美国国会演讲，当时他上去演讲说，国会的众议院的议员是站起来鼓掌，打断他的这个讲话几次，所以当时这个报上啊，广播电，当时没电视，就是广播电台吧，就经常广播他的一些情况。Let us not forget that during the first 4.5 years of total aggression, China has borne Japan's sadistic fury unaided.And alone. Yeah. 他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到美国去，就陈纳德找过来，那简直是不得了的。对陈纳德恢复的，因为老百姓感激他呀。没有他来，我查了一下，大概43年以后就基本上没有飞机到重庆来了。44年到45年，这个一年多。基本上就重庆就处在一个平静的状态上。宋美龄此次赴美载誉归来，对于老百姓来说是带回了飞虎队，带回了重庆安宁的天空，而对于当时还是孩子的潘国雄却是另一样东西，让他记住了宋美龄的这次美国之行。宋美龄到美国去了，回来他送了我一支派克笔，就是叫做派克 151， 就是派克51型的吧，那是最新式的派克笔，所以当时呢还用了张名片，就他名片很简单，写了3个字，就是蒋中正，什么头衔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后来他们开玩笑说，好，叫你爸爸他写个条子，康心如你什么时候来见我，给你儿子送东西还用名片，但是作为笑话来讲，就是51型派克。后来我到南大时候这支笔还有，我记得在青年团审查我历史的时候还拿给他们看，还打开拿来前前后后还看了半天。最后呢在一次划船，因为我也没有当回事，就掉在马蹄湖里了。我现在砸一下过去就急刹车的停住了。哎，你们里面有潘国雄吗？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1945年，因为长期生活于战争环境，当英雄成为康国雄心里最大的梦想。对于那支保卫重庆天空的美国陈纳德的飞虎队，更是年少的康国雄经常和同学们议论的话题。佩服陈纳德的康国雄很想找个机会让自己的英雄梦飞上天空。看来幼年空军学校招生，哎，这还去当兵去，别读书了，这是当时就很幼稚，啊，去报名呢。国民党时候很讲究正式的文凭，要小学文凭。我这个搬来搬去，哪有小学文凭的？没有，所以就没报上名。和康国雄一样，没有报上名的三个孩子决定一起去望山。哎，走了一段，我一看宪兵出来样子，我
我就跟同学说，我说委员长要来了，我跟他俩考熟了。同学想，你小子吹牛呢，你还认得委员长，还熟，没理我，走吧。他的车我最熟，一看三个车，黑车一过来，我就喊了一声，委员长，车嚓一下过去就急刹车停住了。哎呀，同学看到是吓坏了，说认为我这一喊惹了祸了。待会儿开了门出来一个侍卫官，哎，你们那边有看过熊吗？哎，我说我就是。哎，委员长叫你了，他听出我的声音来了。我就过去，这仨同学都傻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过去委员长说，郭兄你到哪儿去啊？我说我回汪山玩。他说来，我带你送你去。我说我那还有三个同学呢，你叫他们都过来。好，我就叫，你过来，他们当时都愣了，觉得不要我惹了什么祸。他一叫他，我说快，委员长叫你们过来。他那个车呢比较宽，前头拉过来一排椅子，有三，他们仨坐前头，我跟蒋委员长就坐后头。第一次坐蒋介石专车的四个孩子显得兴奋异常，向来没有什么避讳的康国雄也正好在这个时候跟蒋介石说起了自己的心事。我就跟他说，哎，我说委员长有个事儿，说我们想考右空，他不让我报名，你知道我小学这儿搬来那儿搬去就没好，没拿到正式文凭。他前头那个驾驶旁边叫于炳东，他说，哎，他说于炳东你给他们办办。好。蒋介石的司机带着这几个孩子又到了招生委员会，这回什么证件他们都没要，就给孩子们报了名。这个当然我就被录取了，但可把我父亲火了。我父亲正好不在重庆，写了封信臭骂我一顿，说你不好好读书，要去当什么空军，还去找蒋委员长，是吧？简直是胡闹。但他也没办法，已经都呢，没多久通知我录取了，这更不好办了。哎，就在这个过程中间，就是日本宣布投降。现在我们公布的是8月15号日本投降，实际上应该是13号。我的印象就是听到说日本投降了，老百姓就知道。我就记得我家里有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录音机吧，坐地式的这个收音机，大家就听，找 San Francisco 就旧金山的广播，因为那时候就是美国在广播，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大家就找那个，哦哟，当时这个马上街上就是人呐、啊，哎呦，简直不得了，看到美国兵就举起来往天上扔，对，把它抬起来往天上扔，啊，就这样。哎呦，那个人山人海，那个然后就放鞭炮，哎呀，别了，放鞭炮。也正是为了庆祝抗战胜利，空军幼年学校原定8月份的集合日期推迟到了9月。好，这个过程我父亲回来了，他去查行，他每一年他都到外地查行，回来以后他就给我做工作了。抗战都胜利了，你还当什么军人呢、啊？说那时候你要当军人，好像还得打日本，现在日本也不打了，将来需要建设，还得要读书，是吧？你别去。就这样，康国雄终于被父亲说服，打消了去空幼的念头，但这件事却一直被另一个人记挂着。后来到了国大，会到南京成立国民这个他的国民代表大会吧，就是在。是四七年我不太记得，主要我父亲不是党代表，他是社会贤达被选去参加的。见到蒋介石，蒋介石说，国兄，我到右空去了3次，查名单都没有国兄。我父亲就说，哎，他被淘汰了。然后问他说他现在干嘛，父亲还撒了个谎，说是上大学，学什么，他说学经济，啊，好，将来见过。现在我还没有，是吧，那个时候还在上高中呢，就是这个
这是最后一次我跟他见。蒋介石到成都，就是逃，已经解放军打过来往西南进军，没车，就借了我们家的一辆。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1948年，辽沈战役打响，而此时的国民政府财政赤字已达300万亿元。为了整顿濒临崩溃的经济，国民政府出台了经济紧急处置方案，发行金圆券。作为美丰银行的行长，康国雄的父亲本以为经济将会就此稳定，便大量收购了金圆券。但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金圆券又贬值了80%，这使得美丰银行元气大伤。那个通货膨胀弄得简直没有办法呀！这边天天都拿到洋钱到外头去换，换了钞票赶快买东西。你这拿到上午的钱，下午就贬值了，你怎么办？此时的宋美龄只有再次赴美，希望继续得到更多的美国援助。但美国总统杜鲁门非但拒绝增加援助，还愤怒地对人谈起中国政府中的贪官和坏蛋。当时就是国民党派下去派到棱县去的这官接受大员，就贪污啊，把接受的东西归自己了，连别人老婆都归自己了。你看那个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我们当时看了以后很火，是吧？那就是讲他的这个。后来没有办法了，大家就反对啊，蒋介石没有办法让他儿子到上海去打老虎。所谓老虎，是指那些利用手中囤积物资干扰商品市场的富商们。临危受命的蒋经国在上任后的1个月时间里，被国际舆论称为中国的经济沙皇。哦，就当时抓了几个啊，大家很高兴，但是越和到后来就抓不下去了。什么我记不太清楚了，主要是抓到了好像是跟宋美龄有关的宋家。当时的蒋经国为了显示打虎之决心，下令查封四大家族中孔祥熙儿子孔令侃开的扬子公司，并要将其逮捕。孔令侃吓得当天就飞往南京找他的姨妈宋美龄求援，宋美龄便急电正在锦州督战的蒋介石，让他迅速回到上海。最后蒋经国在这样的压力下不得不撤销此案，结果就待不下去了，所以就最后就算了，蒋经国就走了。国民政府不得不宣布停止经改，承认经济管制失败。此时的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战役胜利后增至300万人，而国民党的军队下降为290万人。受到一些宣传嘛，是吧？觉得完了，而且也觉得人类当时讲了一些社会发展史，也觉得人类的必然归属是私有制变公有制，这当时就这么接受的。资本主义完了，必须是社会主义。1949年年初，人民解放军几乎席卷了长江以北地区。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到达北平。南京学生游行请愿，要求国民政府接受中共的和谈条件，遭到军警镇压。重庆各校的学生也纷纷成立了四一血案后援会。我就是当时的主席，因为我在学校有些影响，同学很多。到了后来呢，就定了4月21号在重庆大游行。国民党军队不让郊区的学校进来，不许出门，我们就在巴蜀学校开了个萤火会。
作为这次萤火会的总指挥，康国雄差点被当局当作共产党抓起来。重庆市市长杨森打电话问我妈，说你们他让他老婆打电话，康国雄共产党，你们管不管？你们不管的话，我们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就到这样个程度。后来我们校长告诉我说，卫戍区很注意你，看来啊，这就是解放的四九年下半年嘛，你是不是在家里啊补习补习？蒋介石也在这个时候回到了重庆，而此时的他已是准备再次离开大陆了。蒋介石到重庆了，就是逃，已经解放军打过来往西南进军，没车，就借了我们家的就由市长出面，杨森就征用我们家的车啊，因为我们家呢是最新最漂亮的车，后来就征用，还是司机都是我们家那个叫郭辉堂开的车给他开。后来他一问呢，哦，是康新如家的车啊，他就还问到我，哎，说他那个儿子那个郭雄怎么样啊？回来那个司机就说，哎，院长还问你了。也许这是蒋介石最后一次问起康国雄。两个月后，蒋介石飞往台湾，从此再也没有回来。难得做事的蒋介石写下了艰难革命成孤愤，挥剑长空泪纵横的诗句，而康国雄在读到这首诗的时候已是满头白发了。